街头专天爱台湾，当年的元旦，东海岸三仙台风景区拢会办迎接第一道日头光的活动。不过因为园区各地整修，确定每年的元旦是无法度来办。不过园区内底有缘会点灯火，民众会使伫海堡等日头光下弯。明年元旦啊，想要去东海岸三仙台风景区迎接第一道日头光的民众，可能会失望。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今年伫咧动工整建公共服务设施、甲农特产品展售中心，国家上九一八大地震，正有名的北拱桥，因为山灰，即马房客伫咧整修，工程也搁伫咧做，办了二十几档的元旦三仙台迎曙光活动暂停，游客失望，业者无奈。可能就不会来这边看了吧。然后就去别的地方，损失是我们业子啦。明年的八拱桥的部分还是会去做关闭，那我们就考量说，其实在不办活动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把现场去营造一个灯光的氛围，然后还有一些装饰，然后把浇疏跟清洁做好。当管处强调，虽然无办活动、无声音的效果，不过园区的停车场、以及三仙台海沙堡的通道也是点灯，想要迎接曙光的民众，会当去海沙堡点点啊，等日头升起来下翻。警方介疏导交通，维护安全。不管是出入口还是周围的那个停车空间，以及那个联络道路都有规划交通疏导的警力。当管处讲，三仙台园区有装即时点影机。那些民众无法到到现场，会当用手机啊，或者是电脑上网，就能看到日头自太平洋海平面升起来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